大家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在1分钟之内拿到一个法师或是信仰战士必备的护符。我们来到这个魔法学院，在讨论室这个传点，然后来到这个传点之后呢，大部分人忽略了，在这个右手边，出了这个门口之后，右手边呢，这边有个地方可以往下跳，跳到了之后呢。发现有一个楼梯，我们就走上去。那走上去之后呢，会发现有一个地方可以跳进去，回到我们的大厅堂。这里，我们跳进去，然后呢，我们往右手边走。右手边这个宝箱就是我们法师必备的护符，它是这个拉达干的肖像。它的作用呢？我们看一下，拉达干的肖像，它是能缩短魔法或是祷告的咏唱时间。哇，那这个不得了啦！我们玩这个游戏呢，是分秒必争，有时候生死就在一瞬间的。那这个吟唱魔法的这个前摇的时间，如果能缩短的话，那对我们的来讲，战斗是大大有利。所以说，这是魔法还有信仰战士必备的护符。然后这边还有个道具，你也可以拿。好，那今天就是到这里哈，1分钟之内带大家拿到这个宝物。好，谢谢大家。